在我结束留学生活之后，我回到了家乡南京。南京创新创业的氛围十分浓厚，这是我选择继续留在南京这座城市的原因，让我有信心去不断地追逐梦想。Nanjing ist eine historische Stadt und vor allem aber auch eine moderne Stadt mit vielen Möglichkeiten zu arbeiten, mit guten Möglichkeiten, seinen Alltag und seine Freizeit zu gestalten. 南京丰富的科教资源、潮流的文艺活动，给了年轻人很多展现自我的舞台。它的底蕴也给了我很多的创作灵感。我觉得南京是一座非常具有文化底蕴的城市，有悠久的历史和人文。这里呢，我交到了很多真诚的朋友，所以非常期待再次来到南京。南京创新创业氛围浓厚，很多新兴业态发展迅速，经济实力不断攀升，宜居宜业，文化气息无时无刻不浸润着南京。众多纪念世界的非遗文化是这座城市的底蕴和情怀。南京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，学校里的老师同学们都非常好，我们很快乐。我喜欢背着相机走在南京的大街小巷，这座城市许许多多的景观、人物和故事都充满了魅力。南京半江而生，生态环境优美，山水成林融为一体，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城市。我在南京读体校，在这里选择了滑板，在这里训练，在这里一步一步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南京是一座朝气蓬勃的城市，它给了我很多力量。感受家乡之美，畅叙思乡之情，共话未来发展，锦绣江苏，邀您共赴发展的春天。江苏发展大会，我们相约南京。欢迎你来到南京，欢迎来南京。Welcome in Nanjing。江苏发展大会，我们南京见。我在南京，等你。